下雨，小鹰商号趁势推出了亲子雨衣，带你来看。 冬天到了，天公不作美，常常细雨绵绵。不过小鹰商号可是抓准时机推出超卡哇伊的小鹰牌雨衣。我们的袖口它其实做的比较宽，那你在比如说有些人他在登山的时候，你穿着传统的雨衣会很热，可是像这个它的透气性就会比较好。 这个月底的时候会推出小朋友的，对，到时候会有亲子雨衣，透明设计让朋友家人一眼就看见大袖口的贴心剪裁，让容易遇上雨天的登山客通风不闷热。11月底大人小孩还可以穿成一套，来个亲子雨衣装。小鹰商号打亲子商品，还有有机棉材质的围兜兜。 客人他们专程从国外回来，然后就是来看到之后就非常喜欢，那他就直接买了，他们明年就直接给他们家的小朋友穿。那他小朋友还没生哦，他们只是今年先买而已。不论是小 baby 专用的围兜兜，还是质感超柔细的小手帕，全都品质保证，台湾制造。小鹰商品抢手到不行，这也让店长无奈苦笑。他们会直接就跟我们说：“小姐，为什么我每次来都买不到？”那我们也只能跟他很抱歉的说：“啊，这是台湾的厂商他们在。” 请各位民众耐心等候。支持者太热情，小鹰商品一不小心全都抢光光，买不到的小鹰迷也请耐心等待。毕竟从原料到设计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商品，真的需要多花点时间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陈贝婷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